花千骨，我叫东方不败，我是七杀神尊，我是明月教主，我法力天下第一，我武功天下第一，因为我身具洪荒之力，因为我修炼了葵花宝典，我的口号是神尊玄武，谁与争锋，一统天下，莫敢不从。我的口号是我是红色的衣服，我也是红色的衣服，我爱上了一个人，我也爱上了一个人，他身中剧毒，他气息紊乱，为了救他，我去偷十方神器，为了救他，我去寻一金星，因此我被放逐蛮荒，囚禁迷宫，因此我被囚禁在少林寺，他却赐我108剑，他却赐了我1剑，原来他一直都不爱我，他也不爱我，最后我死了，我也死了，他终于回心转意了，他终于永远都记得我，他是长留上仙白子画，他是衡山掌门令狐冲，他们都是霍建华。